2003年嘛，对，2003年第一年，我跟你在的那一年开始，那我们从那年就每一年都没有间断的，包括我在4月1号或是9月12号的生日，都会从台湾过来，对，然后来看看他，然后是跟他表示我们的一些经历。基本上我觉得整个呢，他不管在爱国事业方面，或是他的在城市方面，我觉得很值得不管是现在的所谓的前农民、中企的农民跟后农民的这个部分，都会很希望去从他的经验上面呢，然后让我们再获得到我们的在城市上面得到的一个更多的收获。因为我们在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都会想要给这个会给企业通关，对。然后甚至说他离开的方式是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以后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我想应该会在很多采访中，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部分。那我们是用，我是用正面的一个观点去学习他的一个态度，然后希望以后我们可以跟后期的人这样子。你喜欢在一起过十几年啊，就从我是属于中后期的农民，对，那就是从2003年到现在都是没有间断。那你们就觉得说经过的话，还是真的没有过来？对，我们每年都会过来的。这个是没有可不用后期的部分，是我们一直都有这样一群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即使他已经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还会希望继续用他的精神去支持他，对。然后毕竟一个时代有能够成为一个巨星这样子一个契机的人真的是太少了，对。那我们就说肯定要让他这样子这个资产啊留下家族。想问一下长兄我姓简，简单的简。那您个人最喜欢的张国荣的作品是什么？很多，其实我蛮喜欢他的《霸王别姬》。好，那太多太多了啦，我想连电啊，或者电视，那包括我是也很喜欢他的歌唱部分，所以他所有的演唱会部分我们都有去，每一首歌都是朗朗上口，对。然后电影部分的话，我刚刚提到的包括《霸王别姬》那《阿飞正传》他的中期后期的这些作品的话，都是让我觉得说他一直不断的在进步，跟他的训练他的演技，所以我想他是全方位的一个一个巨星，对。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很多游民，也包括是香港的很多的影星歌星，都是他为主。